大家好，我是一球，上一年25和 45K 的促销卡包，刷新了中配的传奇球员挑选升级 SBC，还是需要献祭两套85，两套87，成本在小80万。有效期是8天，依然是可重复的，是一个三选一。这个现在看来感觉性价比不是太好啊。另外还刷新了一个和周赛相关的任务，玩家如果用全银卡阵容踢周赛的话，分别在4胜、6胜和8胜的时候啊，会拿到额外的挑选黑卡的机会。就是不知道门票赛算不算银卡的波多尔斯基一个任务。比赛环境依然是线上友谊赛的银色休息室，有效期是7天。他转会到了波兰联赛啊，双四星，一切顺利的话呢，需要5场比赛。还有一个维尔贝克的银卡，数值也是74，献祭一套82就行了，成本1万多一点。双四星，185的身高，右脚的主力脚，高高的心态，身体模型是高和平均。没啥特技啊。踢前锋的话，尤其那数据能达到86，相对来说还是挺全面的，但是也没有特别突出的地方。射门基本上就是90，弹跳还不错90，但是投球精度只有87。但是是英超的嘛，国籍也好。那最后还有一个队服 SBC，除了队服之外，还有主题和横幅。这个设计啊，应该是来自一个荷兰的 FIFA 的 YouTuber，需要献祭一套垃圾金卡和一套垃圾银卡。好了，就是以上了，谢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